最后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继续的来思想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你告诉当日的门徒说的话，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因为这些话今天要成我们的光照和引导，请你保守赐福，让在你眼前蒙眷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把上次的十五章的最后啊，我们来读，从25节我来读到32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业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的，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的。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回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边啊，讲到的，当这个小儿子回来以后，父亲呢啊，没有啊任何的啊一个人以为当有的责备的话，或不满的情绪，或者是人认为啊父亲当怎样行才是一个合宜的。父亲却把这个小儿子因着这个身份所当得的啊一切的尊贵都给了他，名分也给了他，而且呢又啊跟他啊宰了回牛犊来给他，让他可以吃喝快乐。所以呢啊，他们在那里听到音乐，听到跳舞的声音，所以大儿子啊从田里回来，所以他心中马上就啊，仆人就跟他讲，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第27节啊，人呢一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通常会加一些理由，哦，你会觉得啊人很奇特，人不会直接讲事实。我也讲事实，人通常会喜欢加理由，但是加理由的时候呢，啊，理由的陈述也通常是正确的，但是理由的陈述呢，会把我们的这一个啊判断加进来，哦，所以他这个仆人可以说啊，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呢很高兴，就为他宰回牛犊，哦，这也是一种陈述，对不对？就是眼睛看到的，哦，然后正面性的陈述，没有其他。也可以陈述像他这样，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呢啊，因为他无灾无病，所以宰回牛犊。那重点在哪里？无灾无病，对不对？那用无灾无病就胜过了什么其他要考虑的，哦，所以他这个大儿子就生气了，大儿子就生气了，啊，就觉得这个理由不够，这个理由不够，我父亲为他怎样啊宰一个肥牛犊吃，这个理由不够，我父亲高兴啊。所以啊，这个我还没有讲这一段话，我先讲一般我们对话的时候的一个要紧的地方。我们通常会有情绪呢啊，其实我们自己看到一个景象，我们就会有情绪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解释，我们会有自己的解释，然后这个解释不能够说服我们的合理性，我们的情绪就会更上来。然后当我们去证实的时候，我们通常证实我们的理由，那通常我们也得到我们的理由，所以我们就会认为我有这个情绪是合理的。但其实我们常常啊，不一定有机会证实其他理由，理由可能有很多个，我们所抓的理由很可能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是读到这边跟你们交通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特别在家人当中或者比较亲近的人当中会有冲突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换一个方式陈述，或者换一个方式对话会好一点我们直接陈述理由的时候，用我们的理由去问对方的时候，通常只会让我们觉得我的情绪是正当的。所以如果你回溯，你一般我们跟亲近的人对话都会通常是这样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约好几点他迟到了，然后我们就会猜他理由是什么，那我们就直接看你是不是怎样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会看他的表情，看他的陈述，然后就来肯定说我们认定的理由对不对，我们这样的情绪对不对。对预期心理就是过去跟他相处的一些经验，然后预期他是这样子。对，我们把窗户开一下，三想帮我，谢谢。好，对，我们都会预期。我说我们的理由不是都错，是部分对。但是我们会把这个部分的理由当作主要理由。有可能是对哦，我不说他错，有可能是对可是在衡量这个理由在你做决定的成分的时候，它可能是主要理由，但是不一定是主要成分因为我们会根据当下我们会做一些改变。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这个仆人一开始找不到理由来解释说我的老主人为什么对他小儿子这么好，所以他能够想象的眼睛可以看就他没灾没病回来，那大概就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儿子就很生气，他不肯进去。那这个事情当然老父亲也知道，那父亲就出来劝他，然后他就跟他父亲讲他用比较的方式，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那这也是事实啊，因为他弟弟出去挥霍几年，他就在里面工作几年，对不对？但是从人的角度上看的话，我看这个小儿子在没出门之前大概也不是怎么样我猜了，没有出门之前大概也是那个样子，只是没有无所好闲，对，也不会做到什么好。所以大儿子就很不高兴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也没有违过你的命令，对不对我都是照你的意思做，你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做比较，他发现说好像我父亲都没给我什么赏赐然后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享受，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所以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小儿子在那边所做的事情都传回来了，然后呢他回来了你就为他宰牛肥牛肚，好，所以他觉得他这口气没有办法吞得下去。好，那么他父亲就跟他讲说你常和我同在，常拿着就你和我们都一起在一起，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你这个兄弟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一定快乐。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对救恩的一个认知，对救恩的认知。当然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大儿子是要形容那些这一个文士跟法利赛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守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家里很用心，对不对？可是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没有享受过，没有享受过。然后他父亲的意思是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怎么没有享受呢？你怎么没有享受呢？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你既然都照着神的意思做，你也认为你自己在神家里的人，那你怎么没有快乐呢？你怎么没有喜乐？怎么没有平安？
层面没有满足，哦，这是我们要想的，我们要想的。然后呢，再来，当你看到你的小兄弟回来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快乐？就是他的理问题在这里，在这里，哦，因为你没有得着，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是真正得着的，活的，得的。那么这个大儿子看起来像活，看起来像有，但是没有享受。小儿子这次回来的，他父亲知道从今以后他可以重新得着这一个，得回这一个生命，得回这一个生命。所以呢，这一段话里面呢，给我们基督徒，给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一个提醒，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信上帝的人，但是没有那个生命。为什么他们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生命，没有享受到上帝给的那个生命。那所以这段话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信主的人呢，很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享受或者体会到这个生命，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生命？这个是我们后面这一段话要给我们做一个思考。一个是在外头流浪的人，那么他要知道天父的心，那么一个在神家里的人也要知道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家里面可以享受，跟他同在的，享受。那一个人怎么可以享受，我们在神的家怎么可以享受，上帝跟我们同在？这个是我们要考虑要思考。所以要享受的话，这里的条件讲了一个，或者说这里的提醒是什么？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很难以想象，因为这个大儿子仍然认为是这是上帝的，仍然认为是上帝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不认为上帝有的是他的，或者不认为父亲有的是他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要去思考的，要去思考，凡耶稣所有的都给我们，那我们信不信他？这蛮难的，我只能说蛮难，因为我们不太容易这样子去经历，就是凡主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能不能知道我们拥有的是耶稣拥有的，就我们也拥有，我们可以享受耶稣有的，这个是我们在生命中里面呢要去思考，要去思考。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有一个信是去享受耶稣的丰富，是借着信相信耶稣有的是我们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这一段里面，我们不能在神的家里面当一个浪子，就是神的家里面我们像一个仆人，像一个佣人，然后呢，好像这些东西都跟我们有一个距离。所以服侍他父亲是对的，没有违背过他父亲的命令也是对的。所以不是我们在基督里不能够像他的兄长的，不是像浪子。我们在基督里啊，对，我们在基督里像兄长，因为有嫉妒有比较，我们会，但是我们应当能够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有的我们可以享受，这是比较难。这个比较具体来说是什么？就是耶稣所有的我们可以享受，比较具体的，比如说耶稣有的爱我们也可以有那个爱，这就很难了。比如说耶稣有的智慧我们也可以有那个智慧，他强调的是耶稣有的，耶稣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这样取，
时我觉得浪子回来好像还比较容易，反而是这个兄长他怎么去克服他在主里密友的能够没有比较没有骄没有嫉妒，这个比较难。很难。对，因为浪子他已经没有了，他回来就有。回来他原来不期待有，哎，但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nothing to lose， 所以回来就好了，是不是？回来的那一刻哈，后面的问题还很多，不过至少回来那一刻，他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大的转变。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会羡慕那些人呢，从小是基督徒，常常会羡慕那些后来变基督徒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大的转变。大的转变，说你原来不是基督徒，后来生命经过一个经历做转变了。那有些基督徒从小在家里跟着爸妈，就一直没有那个好像很突出转变的机会。这就像这个兄长一样啊。对，就比较像是这样。那在这里呢，所以在这边我想跟大家交通是，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家去享受天父说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要去享受它，要去享受它。所以刚才文雅问比较具体，比较具体，通常第一个我们可以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爱心不足，我们求那个爱。你如果，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碰到有一些人，你觉得实在很没有办法爱，很没有办法爱。当你碰到一些人，你实在很没有办法爱的时候，那但你又非得面对他不可，你怎么办？你就那通常我会跟上帝求，我会跟主说，主你要把那爱给我，要不然大家都不好看，大家脸色都不好看。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兄长面对他的弟弟，一定是这个状况，一定是这个状况。你没有那个，你爱不下去嘛，对不对？你我在家里作死作活，你在外面呢，花天酒地回来，什么都没有了，还要对你好。这个，因为我刚好有个邻居，好像类似就是这种状况，他说呢，他们两兄弟呢，他从小在田里面，天还没亮就在田里面工作，天黑了晚上再回来，那弟弟呢，对这种主产的田都没有什么在经营，所以也没什么感情，因为年纪有差距。婚家的时候呢，爸爸可能又比较疼小儿子，又把这块地都给他，这个弟弟呢，就把这个地捐出去了。这个说我从小就在这边工作，哇，那个土地对我来讲是很有情感的，你竟然把它捐出去，当然这下子，两兄弟就是从此不来往了。对呀，这个捐出去还好一点，不是把它卖了，把它给花掉了。其实很多人在社会上，我们都看到这些人，也不会说很远了。我自己的亲戚就有这样的人，兄弟三个，后面两个呢，很用心的，很认命的在田里工作。那其中有一个不是，有一个就是玩。那我妈妈就跟我讲说，那一个哈，从小就这样。我说从小就这样，然后对啊，他以前的人不是要吃饭吃，人家要吃饭嘛，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就拿这个饭你就拿到田里去，就他走到半路，其他小孩在玩，他就留下来玩了，知道吗？玩到人家说你不赶快送饭去，那个田里面那些人都肚子都饿的，他才这样去。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下子就被这些东西给抓走。
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啊。那你想想看，三兄弟，然后两个在那里努力做，一个在那里只是伸手要钱。所以这个如果这个伸手要钱，到最后分田产他又回来要的时候，大家就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也看到另外一个，他们就家里五个兄弟，其中有一个是这样，所以他们其他四个兄弟就不想把田产分给那一个。可是法律上又不行啊，法律上又不行啊，不行怎么办？所以在他父亲还在的时候，四个兄弟就开始联合，然后东弄西弄，弄到最后那一个就分不到。好，分不到当然就开始在法院上告啊，这些都是我亲戚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人是这样子啊，人都是会用一个比较人认为合理公平各样的方式去做。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当我们看人的生命的时候，换一个角度上去看啊，我们往一个有盼望的角度上去看。这个小儿子原来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所以原来没有盼望，所以这个小儿子原来离开的时候啊，父亲也知道你把他拴在家里也没用，所以你让他去吧，总是有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头。但是呢，什么时候回头你也不能勉强，所以他终于回头了。所以人生有盼望，所以这是做父亲的开高兴的地方。那么大儿子呢，我跟大家提的是我们很重要的主，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重要在信心，重要在盼望，在盼望。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当我们觉得需要爱，我们只能去求主把爱给我。当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我们去求主把智慧给我们，把智慧给我们。所以有些时候你碰到一些难题，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的做法，那你也可以祷告说，主，我想这样做，不过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看是不是这样好。那有些时候我们要等，有些时候要等，有些时候主没有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等一下看看。所以我们可以求爱，可以求智慧可以求能力，这些都可以求，都可以求因为主所有的要成为我们的，这个才是我们才感受到上帝的跟我们同在，主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呢一定要一直有盼望的，一直有盼望。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就不等同我们在主里面。因着信心我们一直有盼望，我们对环境对所面对遭遇，我们总是存那一个盼望。所以你跟大儿子所缺乏的是什么样的盼望他只有一个是从自己所做的去换取他能得的。如果你用你自己所做的去换取你能得的话，上帝子的位置不太重要，上帝的位置不重要，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做自己得啊，上帝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跨出我们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丰富的。而且当我们自己做自己得的时候，我们比较看重自己，我们比较维系自己，对不对？那我们对人的生命的一个关注等等，其实都是有限性的然后也越不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极限。这个你对一个人的盼望到底要存到多少蛮难说的。如果说你如果这个浪子，我们现在讲一个实在话，这个浪子回家以后，你期待他明天早上就乖乖的去田里工作吗？
你们通通摇头，因为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我们都有经验嘛。你这样子，你今天回家吃了饱饱，明天只要起得来，我不太再相信，知道吗？可能撑不了两三年。对，两三天了，不是两三年。对啊，其实有些时候要让一个人回头，哦，所以为什么那些跟生团契的做得很辛苦，就是这样。因为他真的在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要回头，但是他真的什么时候真的回头，人总是看嘛，对不对？哦，前面可能前面一段时间还好，可是渐渐就怎样，他的惰性，他的一些啊人说的本性又怎样，又浮现出来。但圣经不是要我们讨论这个，圣经，所以我们只能够思想，就是后面其实人的生命的。整个生命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时的，它是一个不断的要去依靠上帝，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不断的依靠神。那这个羊被找回来，这个钱被找回来，这个小儿子回家，都是一时的。但是一时的不是代表永久的，它只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愿意回来，就有盼望，就有盼望。一个人愿意回到神的家，就有盼望，因为他不回来就没有盼望，不被找着就没有盼望。但是有盼望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走，还要继续走。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带领人信耶稣也是这样，啊，不是他受洗归入主啊就可以了，我们要继续怎样？继续的啊，邀请他，我们一起在基督里成长。所以这里那个感觉，大儿子他会这样讲，是好像表达出来一种觉得爸爸就是爱小儿子比较多，然后自己不够被爱。嗯，可是从爸爸的心态或者从爸爸的眼光来看，并不是这样。嗯，所以我们啊，所以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经历每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经历也不一样。其实上帝是丰富的，只是我们人都是受经验的影响。那我们有些时候经验是好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好判断，那有些时候经验也是一种束缚，所以我们都从当中去学功，学一些上帝的供应跟功课。你的这个就是问题在盼望嘛，就是说不是问题啊，就是这里就是说我们在信仰里如果没有盼望，就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信心跟信仰的核心也是就是可能有问题吧。问题是盼望什么？因为有许多人他盼望的是从怎么说，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盼望是盼望那个对象，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可是如果有些人他的盼望是神跟我同在，然后他给我一些好处，比如说我想求工作、求儿子、求什么啊。因为从某个现实面的角度，人总希望自己的难处可以被解决，那上帝也是这样啊。也会在这当中啊适时的帮我们，但是他帮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只是一种教义式的行为，神比较期待的不是这个，他愿意帮我们，愿意给我们，但总希望我们的生命在当中有一些的一个成长，有一些成长。比如说我们没有工作，那我们跟上帝求一个工作，那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啊，我的有一个工作的就可以了嘛，我为什么，然后可以深入一点问，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工作，那我没有工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啊很多种原因，所以有些时候当一个人去找工作还没有工作，我会问他你有没有面试的机会。如果他都有面试的机会却没有工作，他就要问了，为什么人家给我面试却不给我工作？
是因为把我跟其他人拿来比，还是他在面试过以后就觉得我不适合？所以人有些时候啊，也要有一些机会去反省，去反省。因为不反省，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你要给我一个工作，那为什么没有？原因很多种。因为像有些人啊，他经济条件也很好，然后他也是五子登科，就是妻子、孩子、银子、车子、房子都有了。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去跟他讲盼望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其实我过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接受你传的福音？对，那我要再跟他深入讲多一点的盼望，其实我会跟他讲到类似生跟死的问题，可是他会觉得说你也没死过，你也不知道了。好，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前面有讲，就是耶稣有讲，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嗯，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认为他有病，大概很，你要跟他讲你需要找医生，他会觉得不合理。嗯，所以有罪的人他才会去找神。好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认为各方面都很好，那我们就等机会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各方面都很好，都没有需要，就代表他没有需要，不进来。因为我也碰到有一些是在很顺的时候信耶稣的，我碰到有人很顺的时候信耶稣，很顺的时候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可以这么顺？他觉得没有道理，因为其他人跟他一样努力，没有他那么顺。他可以说他命好吗？然后他就会问下一个问题，那我命不好会怎样？我是不是命永远这么好？所以他就问自己，如果我可以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顺？你有想过吗？不一定啊，你只能告诉他别人的例子，因为这不是他的经验，对不对？如果有人这样，我就告诉他，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后来就想，如果今天找不到工作人是我，我会怎样？如果今天被公司给差遣的人是我，我会怎样？所以人有些时候做一个反思，他会有智慧。所以是一个拣选论哦。其实他为什么会想，很难说，对不对？有些时候是有些人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比较会回头看。回头看不是看功劳，是看我走过的路径，然后再往前看。有些人会这样想。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人的智慧是在这里，你回头看，然后你再往前想，结局会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有人生的一些智慧。我就碰到有些人会这样想，他是在顺境的时候想。好，那我们来读十六章。好，十六章呢，我们先读一到十七，我们读到十八节三十一节，把它读完好了，给我们时间够。牧师，我再请教一下。是。像这样子的，我们是要做哥哥好，还是做弟弟？即使哥哥跟弟弟这两个在父亲的眼中，父亲都希望他们体会父亲的心。就是说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耶稣都希望我们体会父亲的心。所以我就回来就想要回答那个问题，因为弟弟出去遇到苦难了，所以在离苦之怀，他这样来信主。跟哥哥他本来就信主了，所以但是他是就是平平安安的。那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快要受洗的，所以我想说描述这种心情。就当我们根本没读过圣经，以前看这个故事我也看不懂，也不会感动，所以呢，当然是一看一看就睡着。那可是呢，
当你读懂了，哦，原来它是在这样的意义这么深的啊，那在教导你的是什么东西啊？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人父母，那两件事嘛，一个是会关心你的小孩啊，那年纪以后年纪越大的小孩就会关心到你。那我想就是说，你要给你的家人放心来讲，比如说你已经知道他说啊，他信基督，哎，是已经在信主了，以后有主的照顾，那个爱是源源不断的，是不匮乏的，所以呢，你的小孩也可以安心，以后他们出远门啊，都不用担心的，你会把自己安排好，因为你会有一群好朋友、弟兄姐妹，哎，好，那这也是我想说，我为什么信主？我也是一直在问我这个原因的，啊，大概就是接触一年多以来，我也觉得我过得很好啊，我根本不需要。然后我当然我面对苦难，我觉得我也承受得起，所以本来我都没有这种需求，尤其我原来很讨厌的一天。你看都要来忏悔，都要认罪，我就想说我又没什么罪，我怎么一天到晚都要来认罪啊？可是当我不懂的时候是这样啊，当我懂了以后啊，原来这个就是跟吾日三省吾身一样，反省一下，因为某刻你不可能在言语上或者在心思意念上都是不可能。连耶伯的程度都做不到，根本做不到耶稣的程度。所以当你懂了，所以我在想说，我以前不信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帮我穿福音的，我很自入性的行销。那这种自入性的行销，我是没有感动跟那个本无法解说。因为他根本就是说那个迷失的羔羊为什么会迷失呢？因为他根本不认同你的方向，所以他才会迷失。我的认知是这样，当他认同你的方向的时候，他就是会有主动的过来的，根本不用找。但是我很欣赏李牧师，就是我来说都没有压力，这是我最喜欢的，他容许我有一点那个无理由的问题，所以我也很高兴啊。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懂才会问，我想我就很像那个主的爱，绝对是那种包容性是够大。如果说哥哥的包容性跟他父亲是一样，那个兄长之爱啊，那个兄长之爱，看到弟弟愿意回头，愿意回来，你包容他，那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个，那可能是这个应该我不晓得，这个是在人世界还是在神的天国是这个样子的啊。我讲我看到的啊，一般有智慧的父亲啊，跟没有智慧的父亲的差异就在这里，因为一个家族啊，能够兴盛的话，一定是兄弟和睦。一个家族如果是兄弟为了家产，尤其为了钱财的事，闹得不可开交，其实影响是好几代下去。而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分享。好，谢谢。我们要这样子，像父亲这样接纳哈，真的上帝的恩。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情境要接纳的时候，我们连一些小错都已经接纳很辛苦了，要面对这么大的错误伤害等等，要接纳很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上帝一直给人机会，所以我们就站在一个盼望上，因为后面的日子还是求主给我们对人有盼望。好，
那我们就开始。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不利。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的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龙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有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时我的福音传开了，我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硬。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那个财主桌上掉下来的年岁从七，并且我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浇点水，暖暖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哥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已到受痛苦。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只能要从这边过到我们那边是重要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同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母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我们来看啊，耶稣在讲到的前面的这一段之后啊，他又对门徒讲，后面对门徒讲的这一段话呢，啊，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思想啊，因为前面是认识天父的心
啊，这边呢，我们要开始来思想啊，我们怎么样回应他？所以耶稣就讲一个比喻啊，这一章里面啊，讲的就跟啊金钱或财务有关。所以有一个财主，那十九节又有一个财主啊，所以这里讲到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管家啊，那么他是这一个管家，那么他已经被人家跟他的主人密告了，就是他在当中有一些问题，浪费很可能都是在当中啊，就是不是只有浪费啊，有那种把财主管这个的钱呢纳为己有啊，所以呢啊，让在当中呢，主人就跟他讲啊，有人已经跟我报讲这些事了，所以呢你不能再做了啊，因为你手脚不干净。所以你要把它交代明白。好了，让他交代明白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还有时间做交代，对不对啊？所以他要怎么样去交代，告诉主人啊，外面的账有欠多少呢？所以他就开始考虑了啊，考虑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就不能够当管家了，对不对啊？不能当管家，我怎么办？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开始想啊，如果我要去耕地，他说呢，我没有力量，其实就是他没有吃不了苦，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耕地，耕地他没有办法。然后如果不耕地，我就没有办法生活呢。我如果我去跟人家要，伸手跟人家要，我怕羞啊，然后还有面子问题啊，所以不仅有体力问题，还有面子问题啊啊。他说：“那我怎么办？”那这个人想一想啊，这样子能够帮助我的是我的这些认识的这些人，对不对？但是当我不做管家的时候，他们会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了，我还有地方去，将来有地方去，知道吗？可以活的地方去。所以呢，他就把欠债的一个一个叫来，他就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其实管家都知道。这管家就用这个方式，你欠多少？那个人说100篓，100篓油差不多三年的工资。然后他说：“那你写50好了。”意思就是说，哎，这剩下的50我们两个就分了。然后又找一个人来说：“你欠多少？”他100担麦子，100担差不多8年的工资。他说：“你写80，写80。”所以差的20担呢，两个人就可以分了。好了，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讲，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做事聪明，做事真的很聪明啊。因为然后耶稣就讲，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耶稣就讲啊，在世界上的人呢、对这世界上的事真的很用心，他在讲这件事，比这个神家里的孩子光明之子呢更加用心。对，其实就是讲这件事，肯用脑去思考，思考什么？这有点讽刺吗？对，某种角度，耶稣要讲后面，就是思考说，你要知道你将来如何，知道吧？这个人他一想将来会如何，他就想我现在怎么为将来做预备，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光明之子有没有为将来做预备？这我们要思考，我们有没有为将来做预备，还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将来不用预备？这是在讲将来哦，因为我们基督徒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得永生，他以为将来不用预备，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一直讲你们要预备，对不对？没有叫我们不预备的。所以这里就讲的其实这里就讲什么，讲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管家的身份将来要怎样，要交账。管家就是要交账，你将来要交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预备？因为我们将来要交账，为了这一今生要跟上帝交账。
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九节讲，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啊。你把它平行看，可以接我到他们家里，有没有？然后呢，你要交一些人，这些人可以接你到他们家里，知道吗？了解吗？好，所以这里讲啊，无用的时候，钱财加一个不义的钱财，就今生在地上有的东西，到了将来永生是无用的，是无用的。第二个，这个钱财呢，耶稣又加一个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那么为什么用一个不义的钱财？就是用它来表明钱财这个东西呢，钱财这个东西啊，它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呢，它不是用来对等于我们的义，知道吧？不是用来对等于我们的义。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钱财呢是一个，讲的是一个不义的钱财，因为它不是用来对等我们所有拥有的义。但是一个人怎么样用钱财，就显出我们向着上帝的心了。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用这个不义的钱财，也就是今生才能用的钱财，叫将来就没有用的钱财。所以这个叫不义的钱财，会有无用的时候。然后呢，你要做什么？然后将来你可以被这些人接到永存的帐幕，永存的帐幕容易懂，对不对？能够接我们去到那么神的国度里，因为这后面就讲神的国是努力进去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手中所拥有的只在今生有用的东西，可以将来为给我们做好的那一个预备，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使得将来我们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里。好，这是第一个要我们去思想。第二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是讲一致性，不是因果，知道吗？就一个人要一致，上帝给我们在今生所做的事，跟在将来等于是我们在永生里面要呈现的，所以我们在今生忠心，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也忠心，这叫一致性，知道吗？不是有这个因后面就有那个果，这个叫做一致性。我们不要解释成因果性。人在最小的事，在大事，这个所以最小的事是什么？就是今生的事，今生过去就过去的事。那么大事呢，就是关于永恒性的事，关于永恒的事我们都要忠心。如果我们在今生的事不忠心，那么在永恒的事情上头我们也不会忠心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今生的钱财上不能够忠心的话，那么将来那永恒性的上帝怎么交给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做管家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忠心了，将来上帝把那一个要给我们东西给我们，会吗？耶稣就讲这个意思，要了解。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所以后面就讲到人不能恶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要侍奉神就侍奉神，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所以结论呢，在这里讲到上帝要把那个要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但他要我们的是什么？有忠心。那忠心是在哪里显现？在我们的用心上显现。用心，用心在哪里？用心在思考这些东西用了以后目的到哪里去，目的在哪里。所以
耶稣在这边讲到的，我们是一个管家，将来要交账。既然要交账，我们就要在所上帝托给我们的事情上头用心。然后怎么样显出我们的用心，就是忠于上帝的托付，忠于所托，忠于所托。所以我们有没有忠于所托？那么耶稣在这里用这一个不义的管家呢，这个不义的管家当然没有忠于所托，对不对？可是耶稣用他来告诉我们，这个不义的管家很会为自己想，知道吧？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光明之子要能够为要思考，思考上帝给我们的托付，然后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跟神交战。因为这一个不义的管家交战是一时的，可是我们的交战是永恒的，我们的交战是永恒的。所以他想要用今世之子的一个聪明度来对比出我们光明之子，我们光明之子要知道，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都是暂时的，暂时的，最小的事，别人的东西，那永恒的事是什么？永恒的事是大事，是真实的，是自己的东西，知道吗？这是两个对比。先可以再解释一下，那这边在第八节，他又说，第九节，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像又是属世的事；要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有存的账目，好像又是属神的事。好，所以我们现在问下面一个问题，哪些人他们到永存的账目里？耶稣要我们结交这些朋友，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账目，所以这些人在哪里？这些人他们应该会去哪里？这样问好，应该他们会在永存的账目，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们要用钱财结交这些人当朋友。所以意思是什么？可是我们不是用钱财可以结交的，就是在永存账户里面，不是用钱财可以结交。所以表示说，钱要用在这些人的身上。你说呢？对，可是有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他有可能之后会成为基督徒。对，所以如果你慢慢想下去，你就会发现你要把钱用在哪里。对，那我假设我现在我大概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支持宣教，对，我们把支持宣教就是那些在已经在天国的里的朋友，不是、就是、他已经在，他们有机会。对对对，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譬如说你周围的亲戚朋友，然后他需要帮助，然后我假设我知道我可能误会了，我说假设我用钱财去帮助他，然后来吸引他认识这个信仰，那这样子其实跟慈济很像。我们通常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要我们聪明一点，知道吗？让我们聪明一点，就是说你上帝给你很多钱财，那么耶稣希望我们把钱财用在那一个侍奉神上面，简单讲就是这样。对，可是如果我的对象是基督徒或宣教机构，或就是已经是基督徒，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判断，就是比较容易判断了，因为也不晓得什么叫真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比较好判断。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做的是传福音的事工，那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拣选，可是我就是传啊，那我的钱财用在他们身上，我就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信啊。所以通常人会看不会看你看一次，
如果你真要帮助人，别人要看你的用心。嗯。别人会看一段时间，看你是你的，你到底是真想帮他，还是怎么？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让他听福音帮他，他很快就会知道，然后他很快就会跟人家讲，啊，他只是要你去教会而已，那你就没了，知道吧？这个是结交朋友，对，因为懂那个，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像我有以前的经历，就是说他们就是用钱财去。那叫真心情，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是为了福音的施工，然后把自己的钱财就是拿去结交朋友，就是很像比如说办活动啊或捐钱帮助人啊那一种。那的确有些人会觉得哦，你们基督徒都好好哦，你们真的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做善事的机构。可是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子跟慈济有什么差别？所以要强调，所以这段话我们要抓到主耶稣要我们看重的重点，就是说，当我们要把世上的从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当作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管家，嗯，因为这些东西到将来无用的。那义跟不义有什么差别？不义就是不正当吗？还是不义的话，他这里的不义呢？啊，主要的部分呢，不是在讲不正当，哦，义跟不义，哦，义跟不义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啊，在这里事情上，第十节来讲，哦，啊，是用跟忠心相反的，知道吗？哦，忠心，因为他讲小事上忠心，大事也忠心；小事上不义，大事也不义。所以他的义跟不义是讲忠心跟不忠心，忠心跟不忠心。所以不义的钱财，他这里是讲到啊，这个啊财主的管家，这个管家啊，这个钱不是他的，他却拿来使用它，变成自己的，所以这个就是不义的什么钱财。其实对我们人来讲，我们会认为钱财是我们的，对不对？我们在使用它，但是某种程度也不尽然，因为钱财啊，所有钱是我们的，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是我们会有那么多，也不尽然都是我们的功劳。所以在这边我个人比较希望大家把钱财当成一个，它不能是使我们称义的，知道吗？不能成为义的。这个中文版写不义，特别会觉得我把就会把自己的那个重点也发不义，但是英文版的更没有什么所谓不义啊。它没有不义。对，那我不知道这边中义它有特别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吗？其实它要传达的只是要把我们。把这世界把它当作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我比较希望大家把钱财这个东西是看成这是属世界的。对，因为它这边中音译就是属世的财富。属世的财富，对，属世的。所以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要借着属世的，因为属世的东西将来会无用的时候，去做一个发挥它最好的功能。好，所以这段话里面啊，他要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要能够用心。上帝给我们的，只有在今生可以用的，我们要用心，要用心。因为啊，不用心会怎样？不用会怎样？好，我翻一个雅各书给大家看好了。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啊，讲到几个啊负面性的对财主来说啊一个提醒。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啊，在很圣经很后面啊，已经快要到最后了，彼得前书的前面。
雅各书第五章，我来读下，你看哈，第二节，你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长得锈，那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啊，一个人的钱财财物累积很多，放着无用的时候，啊，这是要思考的，要思考的哈。啊，我们放的很多东西放在那里无用的时候，他说，啊，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啊，因为讲的是放着无用，放着无用，啊，放着无用，我们就要思考了。上帝给我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让他放着无用？所以这是一个雅各提醒我们要放着无用。第二个呢，当给的有没有给？你在你别人收割的工人有没有欠他们的工钱？这是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先欠人？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标准很难定，标准很难定。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你现在最低工资是要 22K 还是 32K， 这标准很难定，我只能这样说。第三个呢，他讲你们只知道享美福好宴乐，这是第三个，我们有没有过度的奢华，过度的奢华。其实这就是给有钱人的三个警惕。你说钱财是我的，所以我想用就用，哎，不进来，你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你说啊，我已经跟这个工人讲好，我只要一个月付他30K， 我就给他 30K， 我很公平，我很合理，不进来，不进来，因为他跟你做的事可能不止 30K。第三个，你说啊，我有钱，我想要享乐就怎样享乐，啊，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们的心被捆绑，所以这边啊，圣经常常要我们去思想，让我们思想，啊，所以我们对钱财的观念要思考，上帝给我们钱财，给我们智慧聪明，给我们才能。都是有责任的，都要交账。好，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来。所以路加福音这边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说，我们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管什么？管上帝今生给我们，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哦，知道哈，不要跟人家比，不要说哦，这个人很聪明，我很想像他，你不用像他，不用像他啊，这个人啊，这个上帝给他这么多恩赐，我也想要。你也不要羡慕他，知道吗？因为上帝多给他，上帝跟他都要。啊，这个人很有钱，你也不要羡慕他。啊，因为他会有很多钱摆着没用，我们没那么多钱哈，所以不用羡慕人。耶稣在这边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今生的上帝给我们的好好的管理。管理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用在那些真实有用的上面，真实有用的上面。那么你们要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要思考，思考，那么哪些地方是应该是我们生命投资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个一致性在这里，今生的事我们怎么样管理，今生的事我们怎么样用心，今生的事啊，都在那里考验的，或者是在那里建造我们的生命，将来去承受将来的事，知道吧？去承受那将来。你给我补充一下，刚说的那个不义的管家，他的原文就真的是不义哦，他的原文是不义，所以如果要看英文的翻译的话，还是要看那个 NASB 的版本，他就是讲 unrighteous， 所以他的原文希腊文是 adikia， 他就是指那个做错的或者是不义的、邪恶的、不公的，所以希腊文是不义的，对，他是不义的管家，对。因为 NIV 它完全就是 worldly health， 它没有
对，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比较贴近原文的英文版本的话，有一个版本叫做 NASB， 它是最贴近原文的希腊文的英文的翻译版本，那它的就会比较，它用的字比较 righteous。 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我个人是认为耶稣不希望我们把钱当成一个兑换的工具，知道吧？不要把钱当成一个兑换的工具，就是因为我有付这么多钱，所以我做了这么事，那不是一个兑换用的，不要有这个兑换性。就好像今天啊有这个需要，所以我捐了100万啊，别人只捐了10万，就好像我怎样，我捐比较多，不要有这个对比，记得不要有这个对比，耶稣不要我们有这个对比。所以像这里，因为他后面马上就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嘛，所以刚讲说那个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所以财主就是一个很明显没有用不义的钱财结交那个该结交的朋友，没有结交，他应该是要把他所有的钱财。其实财主当年只要好好的接待拉撒路，他至少还有机会，有一点凉水喝。好，所以我们用这一段话一定啊比喻哈，记得我们比喻要抓到它的重点就可以。比喻的重点就是我们侍奉神，不可能也侍奉马门，我们只能在一件事情上忠心，和一个对象上忠心，一个对象上忠心。所以如果我们不被钱财所捆绑，我们就要用钱财管钱财，那要不然我们就被钱财怎样管，钱财会把我们的心抓住。好，那么呢啊，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讲这些话就很不高兴，他们就觉得耶稣很不实际，他觉得耶稣讲的话太过怎样，不切实际。那耶稣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所以耶稣在这里一直强调我们的心很要紧的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总要把人比较容易行在人的面前，知道吧？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所以我们人喜欢行在人的面前。但是呢，耶稣说，神是看人的心，不是看人行出来的外表。人想要看重面子，上帝却看成是可憎恶的。因为一个人看重面子、看重外表的，就会去隐藏他内心的不好，所以上帝会看到那个不好，那个不好。好，所以16节就提醒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16节讲，律法跟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神国的福音开始了。人要努力，就是使用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够进去。那么神国，那么人要进上帝的国要使用非常大的力量。所以耶稣在这里提的是要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么律法用来定人的罪，先知来告诉人是被定罪的，那么到约翰就停止了。接下来上帝要把福音给人，可是人要得这个福音的时候，进到神国的时候，人要非常非常非常的用力，因为天地要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所以律法虽然停止，但律法并没有废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律法它是来成全。所以我们人要努力什么？圣经常常讲两面，一个你要很努力的保守自己在基督里，一个讲你要很放心的让自己在基督里，所以是两面，知道吗？一个你要很用心的很用力的才会在基督里，一个你要怎样
极其放心的才会在什么基督里，这样了解，这样可以体稍微体会嘛。信心常常是这样，你要很用力很用力你才信得上，可是当你很用力你就信不上，所以你要很放心才信得上。所以你要很有勇气你才信得上，然后你要很放心你才信得上，这是两个强烈的，两个强烈的。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我让我孩子这样往后倒，我跟他你往后倒爸爸接你知道吧，那他一直不肯，他一往后脚一定往后沉，到有一天他真的狠下心了，脚不往后撑了，直直的一打。所以一方面他要很用力知道吗，一方面他要很什么放心。其实信心常常是这两面，只单讲一面不行，一面人会以为是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很用心，一方面我们又很放心，一方面跟上帝讲好了交给你了，死就死吧，对不对，两个都要。所以天国的努力常常在这里，常常在这里，一方面你就是要很放心，一方面你就是要很用心，两个不能失掉一个。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能够用心的侍奉神，管理神所托付的，一方面我们要非常放心，跟这后面讲的拉撒路一样知道吗，我们要非常放心。如果上帝让你当拉撒路你怎样，你只能很放心的当知道吗。那么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是一段讲福音啊，继续从前面讲啊，耶稣跟他们讲，中间插开了一节，这一节是凡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啊。这一节突然冒出来，跟前后文都怎样不相干，所以这一节啊比较要紧的是在回应啊律法跟先知，就上帝的话啊一点一句都不会落空。为什么？因为婚姻的事是在所有的律法里面啊追溯到最起初的事。最起初，因为神造男人造男造女的时候，那么呢啊给了万物一些生存的法则。好，比如说把草赐给动物对不对，好，然后呢啊让动物怎么样繁衍各从其类。上帝定的法则对不对，然后让果子给人吃，这生命的法则，让人在伊甸园里面给的工作对不对。可是人际关系的法则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夫妻的时候，夫妻的时候神才给这一个法则对不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耶稣就讲神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分开。所以这边就讲到的上帝所说的话，一方面是律法，一方面是福音。你看神所说的话，一方面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什么律法对不对，可是神使他们成为一体，然后神保守赐福他们，这就是什么福音。所以神的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当律法先知都停止福音来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没不会变的，上帝的圣洁性没有改变。所以这一节我会跟大家解释的是上帝的圣洁没有改变，不会因为福音来的，所以呢啊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觉得说啊我不用行律法的，你不用行律法意思只能说是你不要照律法的字面的意思捆绑你，但不等于我们可以不圣洁，
圣洁力没有改变，知道吗？圣洁力，神的圣洁没有改变。所以旧约上帝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新约也同样讲，新约也同样讲，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什么？圣洁。所以圣洁的法则在上帝的眼中不会变。所以这一节啊，我想啊，连接到上面的律法跟福音的话，是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神看重的是生命中的圣洁，因为夫妻是一个生命关系里面，还有夫妻是约的关系，约的关系，它很特别哦，它跟亲子关系不一样，亲子关系是血缘的关系，肉体的关系，对不对？血气的关系，但夫妻不是，夫妻是两个人用约结合的关系，约结合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要的是那个约的圣洁力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强调了圣洁，强调了那一个约，约，那福音就是约，约啊，律法所跟神立的是旧约，我们跟上帝立的是什么？新的约，所以圣洁力没有改变。好，那后面这一个故事蛮特别的，这边有两个人，一个人的名字叫财主，一个人的名字叫拉撒路。这是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是啊，人认识你是谁，还有上帝认识你是谁。一个是拉撒路，那么拉撒路这个人呢，啊，亚伯拉罕拉撒路，哦，那么呢，啊，这边都是一个啊，上帝认识的人。其实财主上帝也认识，可是上帝认识他，他这个人叫什么？财主。所以这段话也是延伸到前面的那一个钱财的问题。如果你让今生有的啊，一直挂在你身上，别人就用你今生有的来这个对这个称赞你、夸耀你，然后你也在当中，好像就以这一个啊为你的生命的话，很可能你就把永生给失掉了。所以这个财主呢，那财主穿紫色袍、细麻布衣，就反正他是财主啊。但问题是什么？天天奢华宴乐，这问题刚才我们讲两个书有讲，对不对？那么呢，啊，雅各书讲了一句话蛮有意思，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哦，这是一个啊，我们讲雅各书来探讨，我们先谈这边。然后这个讨饭的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然后狗呢来舔他的疮，所以我常想在拉撒路，哦，如果你要从社会贡献的话，实在没有什么贡献，哦，只有一个贡献就是让人做好事，哦，要不然他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社会贡献。那重点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是没有能力自己生活，他没有能力得医治，他什么都没有，他呢别人也没有办法养他，所以啊，只好把他带到财主的门口。那门口的掉下来的零碎充饥，狗来舔他身上的疮，这是意思就是以前的有钱人啊，常常会吃东西的时候故意怎样掉一些东西下去，或者呢把一些自己有的叫仆人拿出去外面给那些在外面等的人，来表明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哦，有爱心的人。所以财主认为这样就够了，对不对？哦，啊，我出生了也有给他，我也有分给他了，好了，他就这样子。好，二十二节，结局是什么？到这一个钱财无用的时候，看到没？总有钱财无用的时候，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哦，那拉撒路就被天使带去。然后呢，圣经讲一个很有意思，他会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比喻的说法，就是他在亚伯拉罕那里得了安慰，得了安慰。然后呢，财主也死了，而且呢，被埋葬了。所以这个拉撒路呢，没有提到他到底死了以后，后来人家对他怎么样，因为没有人会在意啊，一个逃犯的死了到底怎么样被处理。但是呢，这边圣经就讲财主呢，啊，人家把他埋葬，然后他到阴间去了。阴间就是死亡的灵魂所在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受痛苦，受痛苦，啊，那么为什么痛苦？因为他这里写，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啊，阴间在这里呢，就讲到两个地方，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去了两个地方，就从这里讲。耶稣对那个强盗讲，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乐园。所以我们讲有一个乐园的地方，还有一个呢是火焰的地方，就从这边对比来的。所以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就是说得了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安慰。因为这边有讲啊，25节，如今他在这里得什么安慰？得安慰。所以一个是灵魂得安慰之处，一个是在那边啊受火焰的痛苦之处。牧师，你在强调说财主他没有名，在圣经上没有名字，拉撒路神认识他有名字，但是我们如果在哪里知道拉撒路跟神有什么，他是义人或在主里面他的信心有多大的这种不知道，不知道，因为这个人只是一个比喻，啊，那这一段的说法比较特别，有人认为是真实的事，啊，但是很难说，因为耶稣讲比喻从来不给名字，这是唯一一处有名字的。耶稣讲比喻，啊，都不会讲名字，这是唯一一处讲到有一个逃犯的名叫拉撒路。所以才会被认为说可能是真的，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真的，因为他有名字，哦，但是从比喻的原则来讲， 我猜想耶稣要告诉我们这个人，哦，这个人上帝认识他，要告诉我们他有这个名字代表上帝认识他，所以圣经讲了一个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但是也有人用拉撒路的意思去想，拉撒路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帮助，不是耶稣不叫马大玛利亚他的兄弟拉撒路复活吗？拉撒路这个名字还不少人用，因为这个名字还不错，上帝是我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有小孩也可以叫他拉撒路，因为神是我的帮助，不错嘛。所以这段话里面呢，啊，告诉我们，啊，几个特别的，他对这个拉撒路没有表示什么。你看拉撒路他就是被人家抬到财主门口，然后就在那里，啊，吃了财主掉下来的零碎充饥，然后死了天使带去了，然后在亚伯拉罕的那里，然后呢，啊，他就在那边得了安慰，就这样而已，对不对？那财主我们知道什么？财主我们知道他认识亚伯拉罕，有没有？他从那边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往往远远的看着亚伯拉罕，他就然后也看到拉撒路，因为拉撒路他本来就认得，他说你能不能打发拉撒路过来给我一点凉水。所以这个火焰的烧呢，啊，是用这个火焰来代表灵魂所在痛苦 的痛苦，然后，啊，他非常的痛苦，然后亚伯拉罕对他的话让我们觉得很奇特，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个也很有意思，
如果你用因果来对应的话，你就会 很危险的，对不对？哦，你就想说，哇，那我今天过得很好，那我将来永生我不是完了完了、哦、所以这一段也不是在讲这一个因果，不是在讲过，不是在讲这个因果、哦、而是在当中要讲一件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哦、你可以在世上受苦，也可以在世上享福、哦、那么你要回想的是你将来会怎样，那个才是重点、哦、不要说我今天享福了，那我将来呢、哦、你今天今生受苦了，那我将来呢？所以它的重点在想将来，想将来。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变成因果，那就麻烦大了。他不在讲因果，他是在讲一个人要去思想你将来会如何。好，我再提说一下，刚才不是有讲你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将来如何，所以雅各书为什么对钱财提了三个提醒，我们复习，一个是钱财放着无用，你就要思考一下；一个是你给人的到底是不是当得的给的；一个是我们有没有过度的奢华厌乐，对不对？啊，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知道吗？没有一个绝对，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的。那跟那个佛家讲的基因的，是不是也一样呢？也不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作为里面呢，啊，没有一个是对，没有一个对比，是因为你做的多，所以得的多。基因得是你做的多，将来得的多。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有一个，你要对你现在所拥有的负责的。所以阿三就是他在世上已经够痛苦，他还没有去自杀。圣经没有写，圣经没有写，什么痛苦吗？所以拉撒路能够让我们想象的是什么？是说一个上帝所认识的人，很可能落到一个地步，很可能落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世上被看作是无用的人。一个上帝所认识的，很可能在地上，啊，落到一个地步，在人眼中是无用的。那也没有办法做任何见证。对，所以圣经有讲，很多保罗有讲，在世上是不配得有的人，也有可能。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他坚持相信神。但别人会觉得说你信靠神怎么会变成这么样，他要承受这个难处。所以一个最艰难的是上帝让我这样子的，我还要信他，这就是拉撒路。那这边有没有说拉撒路很信神？没有，只是告诉圣经只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有名字被纪念的人。那我们只知道神纪念那些对他，财主没有讲，圣经没有讲财主是怎么样的人，圣经只告诉我们财主的用意是，后面才是他的重点哦。后面的重点是财主说这样子，既然拉撒路过不来，那我也没救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不能不能，这财主还蛮有爱心的，看到没？对啊，跟路德的那个瓜斯也是一样，然后有东西给他，是吗？对啊，你看他还有说，我还有五个兄弟耶，所以你看这个财主还不错，没有说啊自己玩的就算了、哦、他说你能不能打发啊这个拉撒路到我户家去？你看啊、哦，蛮特别的。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五个兄弟跟他在生前的时候，他们怎样对拉撒路、嗯、所以呢，财主这个时候有一个思维，他认为拉撒路如果回去的话，
见证很有效。对不对？好，那亚伯拉罕说没有用。第一个，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但是呢，财主马上说不行，他们没办法听，所以财主知道了，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又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要悔改。那亚伯拉罕说，摩西跟先知的话如果他们不肯听的话，你给他一个死里复活的也怎样？没有。所以这段话在讲什么？在告诉我们什么？还是回到律法跟先知，看到没有？摩西得律法，对不对？是不是律法跟先知？所以我比较想跟大家提的还是回到律法跟先知。耶稣来一直强调一个是，他没有要废掉律法跟先知，知道吗？一个人如果没有律法跟先知，不肯从律法跟先知的话里面去做思想，人不会真心悔改。所以他还是回到律法跟先知，律法跟先知。所以律法跟先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去悔改。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肯听从律法跟先知，那么人不可能悔改。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有旧约？其实就是要人能够知道人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人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这是蛮难的。那么拉撒路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拉撒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所以反过来，这个比喻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我们常常面对律法跟先知的话，我们把自己当财主，而不是把自己当拉撒路。我们会觉得我们做得到，我们会觉得我们蛮符合上帝要，上帝给我们警告的话我们也都听了，这就是财主。我们觉得自己拥有的蛮多的，所以这个比喻我会这样解给大家听。还是从律法跟先知走，我再讲一次，我们面对上帝的话，律法跟先知，比如说圣经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爱人如己，你要怎样怎样，我们都觉得我们比较像什么我们比较像财主。就我虽然不是一无所有，我总是还怎样，还做到一点，我有做到一点，知道吗？耶稣用比较夸张，所以这段话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律法跟先知，所以拉撒路跟财主，我还是回到律法跟先知跟大家交通，主要还是针对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觉得自己像财主，是蒙上帝祝福，拥有很多，拥有很多什么？律法跟先知的道理，知道吗？所以他们用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在世上享福，这就是财主，知道吗？另外有一些人像拉撒路，他一无不敢面对律法跟先知，因为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所以这是两种人，还是回到律法跟先知上面。所以亚伯拉罕讲得清楚，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然后财主说你派一个死里复活的去，他们才能够听。那亚伯拉罕说不，他们不肯听摩西跟先知的话，你就算死里复活也没用。是耶稣又讲到他自己，因为将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人还是什么？还是不信，还是不信。所以财主跟拉撒路呢，我们换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脱开了那个我们以为的那些生活的有福跟享受，知道吧？因为耶稣还是在从前面讲，还是在讲律法跟先知。所以神给我们的话是这样，
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给的话里面去反省？反省说啊，我们是做不到，啊，我们只能，然后我们人比较容易是觉得我都尽力，都尽力。那么，啊，虽然是这样，我们还要再更越过一步，就是说，我们无论怎样，我们都是靠那个耶稣的，先靠上帝，因为人的义像那个破旧的衣服在上帝面前，知道吧？其实我们的义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像谁？拿撒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可夸的，知道吗？我们没有可夸的，所以我们人面对上帝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其实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像拉撒路。好，所以这两个不义的管家一直到拉撒路这边，我就跟大家交通这个。一个呢，我们要非常用心，上帝给了我们要非常用心；一个我们要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像拉撒路，我们只有靠耶稣成全的义。所以两个部分前头放在一起。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上帝是圣洁，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无是处，对不对？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上中，我们又极其的丰富，我们又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常常是给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反思，这样我们比较我们比较能够在做得到的时候我们不敢骄傲，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恩，我们也比较容易去接纳别人的软弱。Yeah,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总是存一个盼望，因为我们太容易被经验捆绑。好，所以把前面的十五章到这边我们还没有读完，后面还有，后面还有继续，耶稣要继续讲，就是我们一直要相信天父怜悯我们的心，然后我们一直要在世上总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拿来侍奉神，用心的侍奉他，然后我们要非常努力的去侍奉神，然后我们又要非常放心的去侍奉神，用心的去交托给他，相信他这一切都有他自己的引导跟带领。所以我们看神的事情，我们用不同的面向，我们不只看一个面向，用几个不同的面向去看。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把这十五章跟十六章合起来的话，像那个大儿子的心态就变成说，他必须要知道说父常与我同在，然后所有一切都是我的。可是我们又要存一个心态说，但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忠心的管家的心态。一方面是儿子的心态，一方面是仆人。所以我不能说我信耶稣了，所以我怎样都好，也不能这样，什么责任都不想负，这样不行啊！我不能说我信耶稣了，然后我就什么事都不做。即使加拉太教会就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保罗就说不做事的人不可以吃饭。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信耶稣了，所以我就怎样。我就每天来教会吃饭就好。这个马大跟马利亚。是不是我们只要做马利亚就不用做马大了？其实我们都要做，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去做上帝吩咐我们的工。所以圣经又讲，你不好好做事就不可以给他吃饭，不做正经事就不能吃饭。但是你不能说好，你不做事我就不给你饭吃，也不行。所以他真经，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常常看真理就是几个面看，不要只看一面，不要看一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怜悯，有些时候我们要接纳，但有些时候我们要管教，有些时候要责备，所以蛮灵活的，蛮有智慧的。那你要碰到那个
脑袋空，你就又会把自己陷入到，因为我还是人，又会陷入到那个人的那个。天月十六章，总是觉得，如果是用现代的那种判断，那种生活经验，总是觉得这个比喻实在是很不懂。所以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些比喻，像这个比喻就是很强烈性啊。为什么用强烈性？我个人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捆绑啊。我们面对这世界上的需要，我们太容易被捆绑。比如说简单讲，我们现在面对退休好了，你要多少钱才够退休？哦，这蛮难的，对不对？然后有些弟兄姐妹要买保险，那下面有个问题就要买多少才够？这个就蛮难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那么清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我们都是在当中做一个。做一个思考。所以我刚才讲说你钱放着没用不行，那你是不是说钱都全部拿出来用？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哦，你不要说哦，圣经说钱放着不行，那生锈不行，我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你把钱都用了，将来没钱怎么办？圣经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不要这些东西都不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捆绑。上面的第十六章的管家，就是像他前面就是说，以前就是他那个管家那个比喻，就是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要去想到将来要怎么，像将来要，可是就是以前看很多遍的时候，都会放在那个一个管家怎么可以拿把老板的钱这样，就是怎么看都慷慨，对，怎么看都看不见那个就是那个你他想的就是说今世之子比。在世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讲的话其实基督意思就是他背后就是说我们要为将来想，可是只看这件事，只看就算只看到今世之子在这世上叫光明之子，你还是会觉得说，哎，耶稣是不是说我们要像他，就是好像运用，就是我们去弄老板的钱，好像还夸奖，看起来就是好像他在夸奖这件事情，夸奖是对的管家，所以你看就是。这里还有一个想法可以提供你参考，就是其实他这样做对不对，就是把这些欠债的人的债减轻了，那主人真正的心思是什么？他如果真的很体贴，他很认识这个主人，他知道其实主人真正的心思是想要免人的债，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合主人的心意，虽然方法不对，但是他用别人的，他慷慨别人的钱把那 credit 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是看到这个是说，哎，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他就像用别人的钱为自己把 credit 放在自己的身上，这是非常的不义，为什么还要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其实是加几个字你们就容易懂啊，就是说啊，这个。财主真的不要这个人当管家了，哦，为什么？因为他真的不干净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可以这样子说，哦，其实你把他当成一个说，耶稣对门徒讲，哦，我听到有一个故事，那就没有问题，知道吧？因为这个就是世界上会发生的事嘛，对不对？哦，所以就是世界上会发生的事嘛，因为人就要为自己打算嘛，所以耶稣就讲世界上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可是你看世界上的人多么的为自己的将来做着想。没有，我有这一段我自己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说像捐钱， 我自己看啊，捐钱的机构很重要，就是这段来告诉我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比如说要做善事然后要捐钱，那我们捐到一些机构去，然后那些机构又中饱私囊，又气得半死，就是比如说定正的机构，可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想行善啊，那我就
就后来我就是看这个，我就想说，那我们选择机构可能就是选，比如说用，比如说我想捐地震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是不要自己捐，因为我觉得自己捐钱好像也会容易骄傲。比如说，哎，我们现在想要帮助某个家庭，然后用钱都给教会，让教会出面来捐给那个家庭，就是变成用机构出面，不是用人出面。那或者是直接就是捐钱到宣教的机构，那宣教的机构它就是可以让我们在那个比较可能就是他做的事工是能够接到永存的账目里的。所以我是在想说，捐钱机构很重要，如果那个机构的事工是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譬如说宣教机构或教会，然后也由教会出面来捐，就是比自己捐好这样子。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谁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就是只有神知道嘛，我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像如果慈济他们出面然后去做善事捐钱，其实也真的吸引了一些人去信慈济。对，他们就觉得哦，去那里好像就是资源还蛮丰富的，然后也都是善心人士，有安全感，他们就去。那如果说假设我们是用比如说门诺医院，我们捐到门诺医院，那大家就是哦，门诺医院可能就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然后他们对这个信仰的形象觉得他们也不是小气不捐钱不做善事，只是他们好像比较有个性，他们在做跟别人不太一样。对，那我真的是不，我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谁可以接我们到永存，我啦，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谁可以接我到永存的账户里去，但是我就是忠心。那如果说忠心为主，然后神可以知道谁可以接我们到去，那我这样立定这个志向，然后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用钱财来结交朋友这件事之后，我会比较有方向。因为有时候真的会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像我在公司，然后常常就是要帮助某个家庭，然后大家捐成一片，然后我都不为所动，然后就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好冷血哦。可是我都会想说，你们捐给那个家庭，那个根本就是给他鱼，没有给他钓竿啊，我没有很认同啊。但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是服务业，所以他真的常常在捐钱。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慈济的师姐，她每次只要一捐钱，他就是第一个一马当先，然后又捐很多，然后人家都会觉得说，嗯，慈济可能真的比较有钱，或者是说，哎，慈济真的是做爱心不落人后，有效率什么的。然后可是我是无所谓啦，因为我知道说，如果这一段经文又让我真的更信心比较坚强，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用钱财去结交可以接我们到永存账目里的。所以如果是捐给宣教机构做福音事工，或真的用教会出面，像那个南部的什么地震什么，然后教会出面去做这些善事，那教会需要经费，那捐给教会，我觉得我是用这个角度去切入的，不然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要用福音的钱财去给哪些人可以接我到永存的账目。那最保险的好像就只有宣教机构，可是那也很难说啊。但是你不是不义的钱财啊。对，就不是不义，应该说就是说，因为我所有的钱财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也不会觉得他不义啊。就是如果我是那个管家的话，其实我所有的钱财是、啊、不义的，是我不是钱财，老虎是老虎得来的。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看这个我会觉得我是那个不义的管家，然后钱财是我老板的，那我老板今天如果要 fire 我，还要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钱财没有义跟不义啦，就是它只是一个工具。对，我只是觉得这管家是扛他的，你是凯而已。那如果扛神是凯，然后让更多人来归向神，他没有归向神，他归向那个管家。哦，归向那个管家，所以那个管家就被接管家，管家把帮他做账，让他现在少一些啊。也对了，那个，对对。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说，耶稣讲不义的钱财，到钱财无用，他是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我们要知道，钱财不能使我们有益，但是钱财也有它有限的时候，所以重点是我们怎么样用这一个上帝在我们生命过程中给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结交这些到永存账目的朋友？我们要用点心，比如说你要支持宣教士，你要认识他们，
你不要，我们也不要说听到宣教士我们就奉献，其实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认识他们做什么，然后啊，多一些认识会比较好。所以啊，要不然那么多宣教士我们支持谁？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也会说，哎，很多宣教士可以支持，可是我们不认识我们就不知，没有办法支持，因为我们还是要花一些时间认识，所以我们尽量是认识他们再来做这些事会好一点。然后啊，有一些人我们也是尽量认识，然后知道他们的情境来帮助他们。那如果你不认识啊，这些人，你只能信任那些你信任的人，然后听他们的建议去做。所以，哎。跟大家讲，比喻的重点还是在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为我们日后好好的去思考，结局会是怎样。所以日后我们要去思考，所以这一个管家他会为他日后做着想，对不对？所以主人就夸他这个人很聪明。那我们光明之子要，所以切断这个想法，切断只留下来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为将来做思考。然后所以这边将来告诉我们什么，将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一个暂存的，我们要在这个暂时有的事情上忠心。为什么？因为这是小事，将来神要把大事托给我们，这不是自己的，将来神要把我们自己的给我们，所以你要把它切开来。上帝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思想，我们如果要得着将来上帝要给我们的，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忠于现在上帝给我们。所以主人夸是夸他会为将来想，对，只是不是他的手段，只是
他夸他为将来想，所以我们现在要知我，所以我跟你们强调是现在的事是暂时的，是小事，知道吗？我们从暂时的跟小事的去操练中心，那将来那个永存的跟大事自己的东西要交给我们，哦，要记得这个重点，哦，所以我们现在活的，哦，跟将来是有一致性，不是因果性，知道吗？哦，是一致性，不叫因果性，哦，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忠于上帝给我们，哦，上帝给我们家庭，上帝给我们教会，上帝给我们智慧，上帝给我们才能，给我们金钱，这一切我们都要什么？要忠心。我们现在忠于上帝所记得，现在管理的都是小事，知道吗？但小事我们已经管得很辛苦了，没有关系，将来我们有智慧管大事。然后现在管的还不是自己的东西，将来神把所我们自己的给我们，要记得天地都要过去，这样了解。是你一起成为神国的人。对，我们现在都在操练，然后后面就讲我们要努力去操练，要努力，要信得过上帝，要信得过他，然后我们的心要常常归向神。律法跟先知就是要把让我们的心归向神，心要转向神，那心转向神，悔改是一个唯一的路，要记得悔改，悔改是唯一的路，没有其他路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里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知道你用心的把你的心意来告诉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经文有很多方面的思考，我们都向你感恩，求你让我们这些思考都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知道你如何的爱我们，看重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能够好好的在当中把信得过你，也在当中愿意交托，愿意摆上，愿意在当中用心的跟随。主，我们谢谢你的恩赐福给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所领受与得着的，也在能够在世上所度的日子总是心系着你，思念你。我们谢谢主保守赐福眷顾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